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404页，404页倒数第六行，倒数第六行，寄送后面两句：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这是慈悲，慈是娱乐，悲是拔苦，帮助众生离苦，这叫悲；帮助众生得乐，这叫慈。慈悲一定要讲到究竟。究竟苦是六道轮回，我们在轮回当中无量劫来，一直到今天没有办法脱离，这是真苦啊，不能离开六道轮回，肯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这个善恶两大类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许多学佛的同学学了很多年，功夫不得力，原因是什么？总的原因就是对六道没有真正了解，生死心不切，所以功夫很难得力。如果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下定决心，我这一生要脱离轮回，遇到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成就。我们看净土圣贤录，看往生传，看现前
一些念佛往生的同参道友，真的往生了，往生的瑞相稀有，有不少欲知实知，自在往生。凡人有生老病死，念佛功夫得力的人，他有生苦，老病死他没有，这功夫得力了啊！像海贤老和尚112岁就老了，可是他的精神体力跟年轻人差不多啊，100多岁的人不需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啊，不但照顾自己，每天还下田里头工作，他给我们表这个法啊。走的时候1个多月前，同参道友以前住过的道场都去看一遍，那是什么慈行啊，打招呼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阿弥陀佛劝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为大众做一个好榜样表法，他做到了。这个老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那就是出家的时候，师父给他剃头，教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的专长别人比不上的就是三桩事情：第一个老实，第二个听话，第三个真干。别人做不到啊，他真做到了，坚持的一辈子，112岁没改变，这太了不起了。一个人具足这样的条件，那就没有不成就的啊。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罗匠啊，大家都知道啊，他具备这三个条件啊，这个人也是没念过书，吃了很多苦头啊，跟地仙老和尚出家，地老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不分昼夜。那什么时候念累了，躺在床上休息一下，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念。海贤老和尚
也是如此。啊，郭罗江三年成就了，欲知实质，自在往生。往生站着往生的，啊，往生还站了三天，等地仙法师提的办后事。啊，那么我们知道往生的条件是什么？第一个，功夫成片。啊，只要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给你现身，来送信息给你，啊，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到时候佛来接引你，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你，这个时候你信心十足啊。阿弥陀佛那给你说送消息了，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聪明人啊，见到阿弥陀佛了，就向阿弥陀佛哀求，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往生，阿弥陀佛慈悲，没有不答应的。所以很多念佛人三年就往生了，是不是他寿命到了？绝对不是的，啊，哪有那么巧啊？啊，而是怎么样的？遇到阿弥陀佛了，寿命不要了，啊，我现在就跟你走。这种情形很多，不少啊，这个世界苦啊。极乐世界都自在，啊，到极乐世界再没有忧虑了，再没有牵挂了，再不造恶业了，啊，谁不想造去？啊，功夫成片是感，阿弥陀佛就应了，感应道教啊。如果没去跟阿弥陀佛见了面，我相信多半是阿弥陀佛嘱咐多住几年啊，到时候我再来见啊，那么他用功啊，他念佛非常如法啊，再念个三年五年，他得一心不乱了，品位高了，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事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理一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不一样啊！啊，所以有一些人见到阿弥陀佛，知道什么时候往生，他还愿意留在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个世间修行进步快，极乐世间没有障碍，进步比较慢。啊，这个地方要念到事业心、理业心，真正功夫成片之后，应该十年都能达到。啊，这个了不起啊！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的境界，十报土是化身菩萨，原教初主，别教初地，这样高的位置，一生成就啊！啊，所以有人巴不得赶紧去，没错，他是抓到机会。有人手留在这个世间，再加工用恨提升自己，也没错。
啊，两种都是聪明人。那么仙公老和尚是后者。啊，我相信他念佛三年功夫成片，跟阿弥陀佛就见面了。啊，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佛号，24岁，我相信他就完成了，他就做到了。啊，他确实是个标准的佛弟子。啊，为什么？观经上的三福，他做到了。僧团里面的六合敬，他做到了。啊，四摄、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换一句话说，三句境界，一句佛号做得圆圆满满的。啊，这是佛门弟子的榜样，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个派？啊，禅也好，教也好，显要密教，啊，大乘小乘，这一句佛号圆满具足啊，有勤快，啊，慈悲心很重，啊，所以阿弥陀佛看重他。嘱咐他了，在这个时间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一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净土宗念佛同学做好样子。他听话了，啊，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遇到一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你表法功德就圆满了，阿弥陀佛就来接你了。那么他在念佛，他念了92年了，一句佛号念92年啊。从功夫成片念到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得了啊！啊，他的师父是再来人，绝不简单。为什么？他师父知道他将来的成就。啊，所以特别关照他，就明白了。明白什么意思？念到理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怎么样呢？不能说，啊，不能乱说，不能说，他记在心里，啊，时界因缘不同啊。你要说出你自己境界，别人嫉妒障碍，还要回报你，说你胡说八道。啊，不说，有智慧不露智慧，有神通不显神通。啊，跟个平常人一模一样。啊，他跟阿弥陀佛见几次面，我跟同学们说。我细心看他的观点，啊，我很肯定的跟大家说，决定不止10遍的诗词，啊，跟阿弥陀佛是老朋友了，常见面呢，所以为我们证明。极乐世界真有。
阿弥陀佛真有。啊，他谈话当中透露这个信息，就是他曾经好几次，不是一次，好几次请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啊，阿弥陀佛没带他去，嘱咐他留在世间表法，做好样子给别人看。这就说明他真的礼业心不乱，要不然哪有那么容易啊？他想见佛就先见。那佛有没有来去？没有来去。啊，化身阿弥陀佛，化身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这是化身呐。所以佛有没有来去？没有。你有感，佛立刻就现前。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所以到离业心，不要说到离业，到事业心就有这个可能。你想见佛，佛就现前；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啊，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你往生自在，想去就去啊。啊，那为什么还不去呢？这两句话就对了，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为这个众生太苦了，我住在这个世界帮助他们，那不能把他的苦消除，为什么？那是业障，他自己造的业，自己要受啊。可是佛力加持会让他的苦啊减轻一些，这决定可能做得到的。这是大慈大悲啊！啊，证得一心不乱的人都有这样的慈悲心啊。那他们往生是随意，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什么时间走也可以。得真自在啊，众生有缘，有缘是什么？众生能相信，那就是有缘。众生不相信，排斥毁谤，那就是没有缘啊。没有缘跟他借法缘，来生后世再度他。缘成熟的啊，闻到佛法生欢喜心，生尊重心啊，这个就是这一生就有可能得度。菩萨慈悲也，言行身教啊，来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啊，真的能成就。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成就的人不少啊，啊，大成就的像海贤、海倩这些人比较少啊，往生到凡圣同居处的人可就多了啊。经上给我们讲的都是真话，我们要记住
三辈往生啊，上辈中辈我们做不到，下下品往生人人有份的，我们要争取啊！极乐世界是个非常特殊的世界，不可思议的世界。为什么？它确实有四徒三辈九品，那不是假的，确实有。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待遇是平等的啊！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那待遇是什么待遇？化身菩萨的待遇，也就是说，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阿弥陀佛帮助你，让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换一句话说，自己确实没大彻大悟，但是智慧、神通、道理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相等，平等的。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生极乐心，道理在此地，别的世界不平等，要靠自己努力往上提升，极乐世界不要，只要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全都得到了。啊，得到有什么作用？得到你立刻就能够像化身菩萨一样，啊，像观世音大士之一样，能在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我们见一尊佛好不容易，极乐世界人心里想见佛，他通通做得到，他能够化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去供养。供养佛是修大福报啊！听佛讲经说法，开大智慧呀，福慧双修啊，他没有障碍呀。啊，同时十方世界由自己过去前世啊有缘的众生，你都认识，你都明了，你都能去度他，他会欢喜接受。为什么？过去生中有缘分。啊，所以有一些人发的心很大，啊，跟佛一样，要常运慈心，怕有钱，度尽无边苦众生，发这个愿，没有能力做不到啊。啊，智慧、德能、神通都不行啊！啊，你怎么能办到？往生极乐就办到了，这拼命念佛啊，念个几念往生极乐世界就做到了啊，这无比殊胜庄严啊！我们念佛求净土，就为这个。啊，那么这两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此两句表法藏大慈大悲之宏誓，宏誓大伟大的誓愿。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阿弥陀佛没成佛的时候，他的师父
世间自在王如来啊，他佛给他剃度出家，他的名法名叫法藏啊，法藏比丘啊，慈悲的宏愿太大了啊。我们修净土应该要以阿弥陀佛所发的愿，我们发他同样的愿啊，行吗？行，只要有信心啊，你这一发愿就得阿弥陀佛加持啊。法藏愿常为一切众生拔苦与乐，拔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帮助众生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与乐究竟乐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佛戒引你到极乐世界是给你究竟乐啊，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是拔究竟苦，做得圆圆满满的啊。而且菩萨的宏愿是尽未来际真机复活度尽众生方成正觉啊，成正觉就成佛了啊，阿弥陀佛成佛了，这几句话他完全做到了啊，确确实实他是尽未来际啊，把度众生这个担子担上了啊，而且做得圆圆满满啊。为什么他现在成佛了？下面给我们解释这几事。常指的时间，过去、未来、现在为三期啊。常的意思就数穷三期啊，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包括一切时间啊。无边呢，不但包括时间，也包括了空间啊，坚持空间遍及十方虚空啊，就是横遍十方，包括一切空间，故无边者乃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这是阿弥陀佛救度众生的范围啊，范围是没有边际啊，无限的时空里面，阿弥陀佛在这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啊。下面这一句，法藏菩萨于一切时中，于一切处，大慈大悲度脱众生，悟其度尽方休啊。众生都度不尽啊。我们看底下这句，
但时间无有穷尽，空间无有穷尽，众生又无有穷尽，故此大慈大悲大愿大心也没有穷尽。像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所发的大愿完全相同，那我们学佛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首先我们的心要跟佛的心相同，无尽的慈悲，我们的愿要跟佛的愿相同，就会有感应。啊，佛发这么大的愿，这个四句偈就是发愿。我们要发佛同样的愿。今天我们得到这部经，啊，这一部经是抗战胜利之后才流通的，啊，完成是在抗战那个时期，啊，抗战结束之后这部经才流通，流通的量不多。大量流通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晚年，啊，莲公已经往生不少年了，啊，流通到全世界，啊，确确实实这是经中第一经。啊，可是他也经得起考验，批评的人很多，甚至毁谤的人都不少。啊，批评的人，啊，排斥的人多。啊，在中国佛教史，空前，过去没有过的。许许多多依照这个本尊修学的人，啊，经不起这些压力，退转了，啊，改学别的经去了，大有人在，啊，所以阿弥陀佛特地嘱咐海贤老法师，为我们做证明，为我们表法。啊，他拿到这部书，这本书照相，意思就是肯定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这个里面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他是从原译本里面汇集的，啊，都是原译本的原文，没有敢改动一个字，那就是纯粹是佛所说的，啊，不需要怀疑，我们要真正相信。啊，第二个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的注解也是汇集的，不是他自己写的，啊，他自己写的。现在人傲慢的，他在家居士会说你有什么资格住这个经，啊，他有智慧，啊，不用自己，完全用经论祖师大德的著述，啊，他一共用了83种经论，佛菩萨说的110种高僧大德
啊，他们的佛学著作里面用他们的话来解释这部经，所以这个注解一共是里面193种珍贵的资料，读这部注解就读了193种书，真是智慧，没有错误啊，正知正解。第三个是为我们做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本，依照这个注解来修学，没有错误。老和尚表了这个法，第三天就过世了。啊，往生这一天他晚上走的，白天还干一天工作，在菜园里面种菜。啊，在整地、浇水、拔草。啊，在菜园干了一天，晚上走了。啊，得大自在啊！啊，你看我们遇到，这不容易啊。下莲居老居士之前，中国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还有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彭继清的截教本，有这三种啊。啊，这些都不能称之为善本，为什么？都有瑕疵，啊，都不能尽满人意，啊，所以夏老为我们做第九种的无量寿经，第九本，啊，五种原译本加上王龙书六种，魏默生七种，彭继清八种，这是第九种。第九种这才圆满呢、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大圆满，这是多大的福报，自己要知道这些啊，真正稀有难逢啊！我们早一辈的老法师啊，我认识的，跟我师父同辈分的很多。十个有九个没有见过这个本子啊，那他们的福报就不如我们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连李炳南老居士都没见到过。啊，见到就更少更少了。啊，我80年代在美国，啊，在美国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啊，他到美国弘法住了一个月，我那个时候常年在美国，啊，因为。我也是在各地方讲解啊，他一个月好像只住了两个地方啊，我们通了电话没见面
啊，他回到北京去了，把这部注解初稿送给我了，啊，是邮寄给我的。我打开一看，无量的欢喜啊！我向他请教，你有没有版权呢？他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印了。那有版权，我都尊重你啊。”啊，没有版权，没有版权，换人翻印啊，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啊，要我给他题字啊，我都替他办了啊。我把这个底稿是交到台湾啊，印了一万册。精装这么厚，精装一册印了一万册啊，他也非常欢喜啊。所以在那几年当中，我每年都会到北京去个两三次啊，向老居士请教啊。啊，老居士跟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们同辈分啊，有关系啊，下联居的老友，真正同参老友，没关系居士啊。他是李炳南的老师啊，李老师的佛学跟他学的啊，所以看到汇集本的原本前面有很长一篇的序文，是下联句啊，是这个没关系写的。李老师看这个序文就像见到老师一样，这些话提醒同学，我们的福报多大啊！我们还遇到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真难得了啊！汇集经的夏老，汇集注解的黄老，还有作证的海贤老和尚，到哪里去找这个这么好的缘分呢？这圆满了啊！在这种机缘，我们要是再不相信，那就是一禅体了，要没善根的人。那有善根遇到了，真正不容易啊！一定要抓紧这个机缘，我们这一生成就啊，不辜负这三大佬啊，同时出现。无比殊胜的缘分，缘分我们遇到了啊，我们要效法法藏菩萨，大慈大悲，大愿大显啊。什么是大显？海贤老和尚表演的是大显，92年，一句佛号不拐弯呢。还有什么行能跟他相比？啊，就一句佛号，念到明心见性，念到证得大圆满。
成佛了。在这个世间他就成佛了，到极乐世界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啊，他的寿命我相信也不过就是七老八十，能延长到112岁。啊，112岁表法，如果没有看到这本书，他还得多住几年。啊，送这本书就是送得太快了。啊，因为他就等这本书。啊，那晚个几年，我们还能见面的啊，还能遇到他。啊，他去年往生的吧？啊，去年112岁，今年113岁嘛，啊，真的就在眼前。啊，我们要珍惜机缘。啊，这就是大智慧、大福德。啊，我们也要发这个大慈、大悲、大愿、大行。终无穷尽的。再看幕后这一首请真，请求佛给他做证明，我心决定坚固立了，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我们学佛能有这样坚定的誓愿吗？没有啊。啊，为什么没有？我们这句佛号还常常中断，还常常忘记，甚至于念佛的时候还有妄想，还有杂念，这就是退转的，这就是功夫不得力了。啊，所以我劝同学们千万不要忘了海鲜老和尚，天天听他的光碟，他的光碟就是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的大圆满。啊，很容易听得懂。向他学习不难，比经典容易多了。啊，你要相信，就一句佛号跟他学。啊，有机会听经很好，经能帮助你断疑生信。如果你没有疑惑，啊，有坚定的信愿，经可以不念，可以不听，一句佛号就行了，老和尚给你做证明，海庆老和尚也给你做证明，老和尚的母亲在家居士也给你做证明，可以死心塌地，不再有妄想了，不再有杂念了，啊，跟他一样，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他那样的成就你也可以证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颂分为三大段。啊，这是本颂是指法藏因地第四品。
大这十首偈颂，分为三个段落。首段是赞佛，对老师的赞叹。次段呢是发愿，我们学完了，幕后这四句偈，这一首偈是千佛证明，发藏比丘发愿意，即请世自在王父如来为作证明。这个愿心从真心流露的，不是妄心。所以学佛，我劝同学用真心，决定不吃亏。为什么不敢用真心？那别人骗我，我还用真心对他。他骗我是他的事情，我用真心是我的事情。为什么？用真心跟佛很接近。佛菩萨全是用真心，我们用妄心跟佛菩萨有隔阂，所以用真心便宜占大了，利益无边呐。用妄心是搞六道轮回呀，想出六道轮回还用妄心，那怎么行呢？这桩事情要搞清楚，这个账要算清楚。我不想再搞轮回了，所以不但世间一切法放下了，出世间也放下了。佛在《金刚般若》里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我只取一门。这一门是哪一门呢？南无阿弥陀佛，我跟着海鲜老和尚走，他就这一门，就一句佛号。传戒和尚传给他的，搞多了，搞砸了，没这个必要啊！我算是不幸当中的大幸了。为什么？初学佛的时候走哲学的路子。接引我的方东梅教授，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入门的，我从哲学入门的。认识了佛教，而后跟张家大师三年，我们缘分很深。大师劝我出家，觉得我比较合适从事这个行业，要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发现了，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就是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讲经教学，讲了一辈子，
79岁圆寂啊，所以经上记载的时候，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啊，一生没有休息过，没有假日啊，天天锲而不舍。于是乎，我就知道了，佛的事业是什么？讲学。那在中国，儒家的大圣孔子一生讲学，那印度的释迦也是一生讲学。孔子周游列国，希望有诸侯王能重用他。他一生最仰慕的周公，想把他的抱负施展，没有缘分。释迦在这方面境界提升了一层，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是国王。他可以能在世法里面能做到一个最好的国王。真正是圣王。他学去了。教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了不起啊，他要做个大国王，受利益的是一国人啊，充其量印度吧，没有出家做佛好啊。真正帮助众生离苦的路，所以佛教教育，佛教育叫什么？叫人离苦的路。这一句话就答复了。离苦得乐，佛所教的这个苦是究竟苦，这个乐是究竟乐。究竟苦是六道轮回，究竟乐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倒搞清楚啊。那佛明白。真正大彻大悟，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明了来的。你对于宇宙真相，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通达明了，你就没有苦了，你得大自在呀。你要是不明了，你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这麻烦就大了。做错了苦啊，做对了也苦啊。做对了三善道，做错了三恶道，通通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叫究竟苦。那佛用什么手段教学？理论破迷开悟，破迷离苦，开悟得路，一生从事于教学，身心研究。他不但教，他真干。跟他的人没有不相信，跟他的人他会告诉你
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向上提升，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像学校读书一样，哎，一年级一年级慢慢向上提升。啊，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教育里面的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所以佛陀并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证的，啊，一个人的尊称不是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将来个个都会成佛，跟他一样，啊，是最高的学位也，像现在大学里的博士，啊，博士学位人人都可以拿到。只要你好好去念书，菩萨是硕士，阿罗汉是学士，三个学位的名称。啊，修到什么样的成就才拿到这个学位？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有，啊，经题幕后你看有清净、平等。那就是拿学位的标准啊！你修到清净心先前了，就证阿罗汉果；修到平等心先前了，就是菩萨。后头那个觉，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成佛了。你看。啊，那成佛有什么好处？这个经题上半段就说出来了。啊，你看，大乘，大乘是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海贤老和尚吐了一句话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乘。”就是大彻大悟，啊，智慧圆满了。无量寿呢，是福报圆满。福报，中国讲五福，啊，五福里头最重要的长寿啊，长寿才能享福啊。你福报再大，寿命没有了，全都落空了。所以寿命是第一福报啊！到极乐世界真的是无量寿，不是假的啊。那么有人说，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这个话他没说错。但是你生到极乐世界这个时候是有量的无量，你在极乐世界成佛了就变成真正的无量了。啊，极乐世界能不能成佛呢？保证你个个成佛，一个都不漏。啊，其他的世界也保证你一生成佛，时间很长，极乐世界成佛时间最短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退转的语言，找不到啊！这个我们第六品会念叨啊，极乐世界怎么形成的？你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的心就定下来了。啊，所以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看注解，啊，经文上是"我"，头
头一个字是我，法藏自成，我之愿行，所具决定坚固之力，这一句重要。我们就差这一招，就少了这一句。啊，我们要决定，要坚固。啊，决定是信心，坚固是愿力。啊，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这个阿弥陀佛，要决定心，不能有丝毫怀疑。我们愿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要坚固。啊，不坚固还留恋这个世界，或者还想他方世界，还想天上人间，那就错了。啊，法藏菩萨为我们实现的决定坚固这四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为佛世尊三觉圆满。啊，这三种觉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那，佛所证的。啊，菩萨所证得的这三觉没有达到圆满，圆满就成佛了。啊，无言圆明的智慧无碍，实能为我真实证明。啊，这就是法藏比丘清楚。啊，只有佛才能给我做证明，啊，真实的证明。世间自在王佛为法藏做证明，也就是为我们做证明，这个意思要懂。啊，我们今天的地位是法藏当时的地位。啊，故云为佛甚至能证之。啊，只有佛的智慧才能给我做证明。又法藏发愿时已是地上菩萨，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极乐世界 成就到今天这十劫，时间很短了，我们觉得很长啊，在整个宇宙里面，它时间很短。啊，法藏肯定是早就成佛了，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释迦牟尼佛这一次3000年前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做佛。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啊，这一次来实现第8000次。我们相信的话不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在地球上实现第8000次，阿弥陀佛实现成佛这一次不知道是7000次，啊，绝对不会少过释迦牟尼佛。啊，这些味道你要能体现得出来，法味呀，无穷啊！啊，所以祖师大德里有很多人判断法藏比丘在这个时候亲近世间自在王的时候他是什么地位，他已经是地上菩萨，登地的菩萨，不是普通人呐。啊，但是登地的菩萨世间的身份是一个比丘，是个初学的人，
要相信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长河当中啊，每个人都不能小看呐、啊！啊，我们怎么知道他过去是什么地位？我们只看到现在迷惑啊，是不是真迷惑？我们不晓得啊，像海鲜老和尚、海清老和尚装迷惑，他不是真迷惑，真迷惑哪能做得到啊？做不到啊！你看人家不是持戒戒，忍辱精进，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那都是来实现。啊，不是菩萨谁能做得出来？啊，都是菩萨那个做事情。啊，随着境界深深，故非愚人所能知。啊，他要请别人给他证明。别人没到这个境界，他怎么会知道？所以只有照佛啊，为佛圣旨，实能作证啊。这个里头含藏的深意，深表法藏大师妙得难测啊，这真的。那么最后二句，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啊，身之诸苦中是启发六道里头业障深重的众生，做给他看。啊、那么他们出现必定是众缘具足、啊、大乘经教里佛常说，佛不度无缘众生、啊、缘不具足佛不来，不出现，出现没用处啊、佛出现在世间一定是缘成熟了，来佛三身出现在南阳，南阳人善根福德具足了，没有善根福德不可能出现圣贤佛菩萨应化在那个地方的那样人有福报老和尚这个碟片跟文字档有声书要多看，你决定的利益绝不亚于经书啊，甚至于经书你不会开悟，你看那个碟会开悟啊，要用恭敬心看，要用真诚心去看啊，看或者是听都不能有妄想啊，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一遍一遍的看，看出味道了，欲罢不能啊。啊，最后的两句戒是利益，
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怎么个立心法？这教给我们了。那愿心永远不退也。啊，总结他发愿，他的立心。啊，唐一本子，众臣无间诸地狱，如是愿心终不退。无间地狱，苦毒无限。啊，唐乙是五种原译本，唐时候翻译大宝积经，啊，是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叫无量寿会，啊，这一分就是佛讲大宝集这一个大单元，啊，这个会规模很大，里头讲了不少经，时间很长。啊，在这一会里头也介绍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啊，佛讲经一般呢只讲一遍。没有讲第二遍的，唯独这部经。现在有证据，那确实证实是三遍以上。啊，但是中国有12种翻译，7种失传了。如果那7种能找到，可能还会发现还有不同地方。啊，证明了多次翻译。唐乙举地狱其众之苦，以是诸狱，把其他的苦都包含在其中。啊，那么经经现在我们的汇集本法藏是也，纵使身之诸苦中，这个诸苦当然包括地狱在内。啊，说我知如上愿心，大愿大行，众多地狱也不退转。正贤前文，我先决定坚固的决定坚固啊，法藏的愿心，法藏的愿力。坚固不退转的。啊，又会疏于但有其愿，愿是虚的假的，没有行嘛。啊，但有其行呢，那个行是虚的，他没有愿，愿行不能分离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这个愿要坚固啊。为什么？现代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
愿力，就是念力，它不叫愿，念力，念力的能量太大了，真大。量子力学家还没搞清楚，佛搞清楚了，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是全宇宙啊，全宇宙啊，我们的概念模糊不清楚啊，因为我们的感官世界太小了啊。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大概现在把地球的状况摸清楚了，太阳系还不清楚，银河系更远了啊。那么佛法里面讲世界是以银河系为单位啊，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1000个单位世界，集合起来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为单位，1000个小千是中千，1000个中千是大千，一尊佛教化区是一个大千世界。那因为它有3个千的组织，叫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么这个宇宙里的大千世界多少？无量无边啊！一个大千世界是10亿个银河系啊，1000乘1000再乘1000，10亿。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太大了，这天文数字啊！这一个大千世界在整个宇宙里是个小点呢、很小的范围啊，所以这个整个宇宙上心想生，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念头啊。我们对这个念头还很模糊啊，科学家讲比我们细，讲的微细啊，我们不容易体会啊。念头怎么生的？动就生的，心不能动啊。诸位要晓得，不动的是真心啊，动的是妄心。起心动念是动，起心动念就叫无明啊。起心动念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谁知道？大乘经教里头说八地以上他们知道，为什么？他看见了，7地菩萨以下都不知道。今天科学家发现，世界上有这一些科学家，他们的精神也非常令人佩服啊，世世代代锲而不舍，深入去研究。我们感官的世界他把它分作三类，第一个是物质的世界，物质从哪来的第二个精神的世界，就是念头，
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怎么回事情，从哪来。第三个是自然现象啊，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啊，这三样。现在这三样物质现象搞清楚了啊，这是也不过是最近的20年呐，科学家发现了啊，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他的研究报告啊，这个科学家是爱因斯坦的学老师啊，爱因斯坦是他的学生，比他出名，一生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啊，他真找出来了。那么佛经里头物质最小的单位叫极微色啊，极就是极端的极，微是微小啊，色就是色，颜色，极微色是最小的物质啊，也叫做极微之微，没有比它更小了啊，它不能分裂，一分裂就没有了啊。那么在我们地球上的科学80年前第一次大战之后啊，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科学家发现了原子，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了啊，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啊，居然把原子打破了，打破之后看到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这些东西组成的再发现这个，才知道原子不是最小的啊，还可以分裂。那这分裂之后这变成三样东西，每一样东西又可以分裂，它还不是最小的啊，分裂的叫它做粒子，基本粒子啊，有几十种啊。那么这些基本粒子还能分啊，再分的时候称为夸克啊，夸克还可以分，真分成最小的叫微中子，就是佛经上所说的极微之微。为什么这不能分呢？再把它分裂没了，物质现象不存在了，于是乎发现，把它打破之后，看到什么呢？原来是念头波动现象啊，所以科学家知道了物质是从念头生的。哎，跟大乘经证实了，大乘经上佛常说相由心生，色由心生，境随心转，这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佛3000年前怎么知道？现在科学家搞了400年，一个接着一个，才把谜底揭穿。啊，
释迦佛3000年前就说清楚了，就说明白了。啊，他们现在承认，提出一个总结，就是以心控物。啊，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为什么？物质现象是念头产生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人人念头好，没有一个恶念，就这么道理。为什么没有恶念？阿弥陀佛天天在讲经教学，道理在此地啊。啊，只有用教学这个手段，才能达到最高、最圆满的境界。所以，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天不讲经教学。啊，什么事情最落？最落无过于讲经教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嘿，最快乐的事情啊！啊，没人知道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了不起啊，他能发现这真落啊，其乐无穷啊，从内心里面分出来的，不是外面刺激。啊，这是什么？自性里的真落，自性里面的真正的味道。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说，几个人知道？不契入境界，他怎么会知道？啊，夫子知道。如扎杰大圣知道，大贤未必知道，啊，知道的深度不够，要到大圣才真知道。佛家讲八地以上才知道，七地以前不能说他知道。佛教传到中国，把中国古圣先贤大幅度的提升了，实际上不是提升，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我感觉的儒家大圣那个境界就是佛教的佛境界，没有两样。啊，这些我们学佛同学都应该要知道，要懂得。啊，所以会所里的这几句话，但有其愿，愿即许，没有行。啊，那有行的，没有愿也是许。行愿是一，不是二。拆开了，两个都没有了。啊，合起来就圆满了。要许愿行相符，所谓皆克，克就是成就，就成功。啊，那我们敬重欧耶大师给我们提示四个字：信、愿、持名。啊，持名是什么？持名是行啊！啊，有信、有愿、有持名，这三个都成就了。啊，信、愿、行全成就，要有强烈的愿望、坚固的信心。啊，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无论在什么地方，心里头念佛，啊，口里头不出声音，没人知道，
心里的佛号不能间断。那这样念佛，善根深厚的，一年就行了。善根薄弱的人，三年也成就了。为我们证明的人很多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法藏因地第四，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再看下头一篇，智心精进第五品题有一个介绍，记住每一品都有品题介绍啊，这是要给我们介绍这一品的纲要啊，这是聂老所做的啊，让我们在未学习之前知道这一品的大意。本品续前啊，正是承前启后，法藏比丘发大愿曰：“我以法无上正觉之心，我称佛时，国土佛号悉闻设法，一切有情乃至下等虫类生我国者，悉皆悉作菩萨，无有余尘。”我们念到这个地方菩萨前面发的愿我们学过了啊，确确实实是发无上正觉之心啊，在立心呢。立心、立命、立愿都是一个意思啊，我也就是发心，我们的心想干什么？这是个大问题，这不是小事，是大事。啊，真正学佛的人，心中一个唯一的一个愿望要去做佛，你就真成佛了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坛经》上所记载的，他到黄门拜五祖，五祖就问他：“你来到这里想干什么？”啊，他的回答说：“我想来做佛。”大概五祖一生没有遇到这么一个人，他来做佛的。啊，一般人到寺庙里都是为升官发财，啊，为求这个求子孙，啊，求福求慧，都是求这个。啊，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他是要来做佛的，这就立心不一样啊。啊，五祖看到这么一个人啊，跪在他面前啊，看的是土里土气的啊，是个老实人啊，问他的话当然不是假话，他真想做佛啊，就把他留下来了，真正帮助他成就他做佛。
怎么个做法呢？他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什么也不会。是个樵夫。古时候有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现在家里用电用瓦斯，不用柴火了。抗战期间有。城市里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所以专门由从事这个行业上山砍柴，跳到城里来卖。在河边去挑水，跳到城市卖水。柴水家家都要用。所以这个行业人还挺多。完全用劳力换取生活。那么五祖就叫他到对方去舂米破柴，还是他自己干的行业，也就是不换题目。你干这行，你继续干这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破柴能不能成佛？舂米能不能成佛？能呢，慧能大师就干这个。也就是海贤老和尚说的，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难事是什么？成佛。无论干什么，只要专就能成佛。为什么？专就没有杂念，专就没有分别，专到极处，不起心，不动念，不就成佛了吗？不起心，不动念，无始无明破了，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真佛不是假佛。所以八万四千法门并不只指佛门的，世间法都包括在其中。所以大乘讲，哪一法不是佛法？会了，法法皆是；不会呢，华严经、楞严经、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了。关键是你会不会呀？会什么？用心。会用心的，法法皆是；不会用心的，法法皆不是。你有没有听出这味道？法法皆是，不是专说佛说的，佛没有说的也包括在其中。为什么？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一切法是自性变的，所以哪一法离开自性？我再举个浅显的比喻，我们现在在一起学习是用电脑，用电视屏幕。我们就把定是电视屏幕来做比喻。屏幕一打开，没有色相，一片光明，那就是真的，那就是自信。你按上频道，色相出现了，那就是能生万法。能生万法，万法有没有离开屏幕？没离开，离开屏幕再现不出来。这屏幕能现，万法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所谓佛菩萨觉悟的人是什么人？他在色相上看到屏幕，凡夫呢，看到色相，把屏幕给忘掉了，只知道有色相
不知道有屏幕了，差别就在此地啊。在相中见到性就成佛了啊。要怎样才能见到？这有三种障碍，去掉就见到了啊。三种障碍，第一个执着，第二个分别，第三个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这三样东西把你障碍住了，所以不执着了，证阿罗汉果；不分别了，证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了，就成佛。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知佛见，你就成佛了。你无所不知啊，那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啊。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啊。如果三个全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叫六道凡夫。这把整个佛法都讲出来了悟性高的，他一听就入境界了啊。那么起心动念难，为什么？我们不能觉察啊。这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它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想。这个频率多高呢？波动频率多快呢？啊，多高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叫念头。一弹指多少个念头？32亿。一百千是10万，10万乘32亿，320兆。这一弹指，它波动的次数是320兆。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就在眼前，包括我们的身体，我们眼所见的，耳所闻的，啊，身所接触到的，六根界六尘境界，通通都是在这么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不是真的。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点都不假。那现在我们科学家用的这个频率啊，科学家告诉我们的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以前认为贴漂个45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啊，我相信应该是7啊。那弹得很快，身体很好啊，有这个力量，它能弹7次。那么320兆乘7，3×7=21，2100兆，一秒钟，
2100兆次的频率，我们怎么知道？啊，我们看的电视屏幕，它一秒钟波动多少次？100次，我们就不太迷惑了。100次，那现实环境的时候多少次？一秒钟2100兆次，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假的？啊，科学家证明了，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啊，什么东西存在呢？波动现象存在。啊，物质现象波动产生，念头也是波动产生的。啊，佛说的清楚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阿赖耶是妄想啊，阿赖耶就是波动。波动第一个业相，就是波动现象。从波动现象里面变现出念头，啊，从念头里面变现出物质，叫阿赖耶三细相。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再过个30-50年，三细相会被科学家发现。所以到那个时候，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高等科学。啊，这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没有仪器，他怎么看见？啊，佛说禅定，定中看到了，定愈深，看得愈细，愈清楚。就八地菩萨的定功，看到三细相。我们相信佛的话，我们也相信科学家，他们利用科学仪器会侦测到，但是用机器观察到的是间接的，用禅定是直接的，所以禅定观察到的神通出现，它有受用。科学家虽然看到，他不得受用。那应该他要得天眼、天耳、他心、虚命，啊，神足漏尽，全部都证得，阿罗汉证得了。科学家没办法证得，啊，还要用佛的办法，才能得佛的受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